女星陈乔恩4年前登上恋爱综艺节目时，与马来西亚富二代艺术家曾伟昌凑成一对，后来两人开始交往。去年3月更宣布结婚喜讯，甜蜜爱情收获各界祝福。夫妻俩在婚后不时透过社群放闪。日前，陈乔恩又晒出了陪老公回家乡的一系列度假美照。小两口不止去泡温泉享受鸳鸯戏水时光，也在洞穴餐厅内享用浪漫的烛光晚餐。陈乔恩大赞怡保是个好地方，也尝试了马来西亚的各式特色料理。她的美貌让网友们惊呼：“这个颜值是在逆生长吧？”被老公宠得越来越少女了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曾伟昌也 po 出了老婆视角拍摄的照片，只见他半裸着上身，露出结实的肌肉线条，超模身材立刻引起热议。